终于迎接到了韩国 K-pop 明星 Gary 来到现场，这是香港的第一站，而且呢，宣传的是 Schools Out 这个节目。这个节目主要是在亚洲地区找不同的学校，然后进去，然后跟学生们一起互动。那后面呢，还会有我们的独家专访。今天我们就请到 Gary 来跟我们聊聊天了。Gary 你好。你好。안녕하세요。欧巴。那我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 Schools Out 的活动是专门在亚洲里头挑选学校然后进去跟他们互动的，那其实你觉得这次的目的你最重要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네 Schools Out 이라는프로그램을통해서제가아시아의여러나라를또여러나라에있는학교를제가방문할예정인데정말많은분들이사연을보내주셨습니다한뭐만건가까이네그정도기억하는데네정말많은사연을보내주셨는데여러분들이보내주신사랑에제가직접찾아가서인사드리고뭔가같이놀고즐기고이런시간인것같아서너무행복하고네즐겁습니다네听说你以前也是一个淘气的小孩哎，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呢？네저희학창시절은요공부보다는춤을췄어요댄스그래서공부안하고네학창시절에제가항상걸어다닐때공부잘하는친구들은책을보잖아요책을보고근데저는늘걸어다니면서막이런거를계속했었어요춤연습이게웨이브연습하느라고한번해보세요웨이브오굿굿이런걸어다니면서늘이러면서다녔던것같아요他刚才在说啊，他其实在平时小时候呢，人家读书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做一些鬼怪动作，特别的好笑。那其实呢，你特别喜欢跟哪个明星合作呢？要是国内的一个明星的话，네중국가수분과꼭같이한번노래를해보고싶은데제가아는가수가많지는않아요많지는않은데특히이제여자가수랑같이한번해보고싶어요장량인씨등작이씨네같이해보고싶고그리고중국예능프로그램은얼마전에제가천천향상친친천천향상那在这个最后的环节想跟我们的观众讲些什么呢네중국팬여러분들늘사랑해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리고앞으로도예능음악열심히하겠습니다네그리고여러분들이저에게붙여주신별명 Go Go 네너무잘사용하고있고마음에듭니다네그럼채널 M 에서제가지금이제시작한스쿨즈아웃많이사랑해주시고요네谢谢我爱你们여러분들은지금채널 W 시청하고계십니다